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广告放在全球最大的搜索器 Google 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嚟，令你在全球众多竞争对手里面遥遥领先，让你的产品在国际舞台上一展光芒？我哋首先就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变化。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将佢睇晒。Google 搜寻到200几万，亦能增加70个，网站增加570个。邮件服务发出2000封邮件。喺呢个视频，我哋就教大家点样可以喺零成本之下创造呢个奇迹。Multi-Hipass 全球排名第一嘅系我哋其中一个国关联产品 Google Pass Multi-Hipass。Google Pass 系我哋一个其中一个品牌。喺下面 ，Search related to Multi-Hipass 有两个关联嘅冠名排位嘅冠名搜寻。呢两个简易搜寻系冠名排位嘅，让我哋喺呢度所有个数据都系属于我哋嘅。喺呢个海量嘅数据里面，我哋系透过 social network 去分享，慢慢让全球个客户认识我哋。我哋今日讲嘅 video marketing 并非遥不可及，而系近在咫尺。因为大家今日都有智能手机，用智能手机就可以拍摄到今日我哋睇到嘅 video。喺呢个页面带嚟嘅数据系267000，我哋发展咗8个，见价广告多嘅，我哋翻多2个页面睇下，情况一样，我哋发展咗9个。第三页全部发展晒，第四页全部发展晒，第五页全部发展晒。在这个情况之下，确确实实 ,video marketing 大大提升了我们行业里面那个位置。我们再看一下 Google Pass, Modern Hipass 和 Mayer, 这里见价广告多了，但自然排位全部给我们霸占了。我们翻多个页面，情况没变都是一样。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排位是遥遥领先。在另外一个关键词里面的数据 video, 我们再看一下里面有9000多个数据。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今天在行业里面，或者要进入行业里面的朋友，大部分看的视频都是由我们提供的视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知名度比我们同学遥遥领先。大家现在看到的视频是一台双面转移印刷机，是全球我们的独有产品。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免费视频平台，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我哋保证我哋承诺，喺大家个广告播出之前，我哋绝不加插广告去干扰。同时，观众亦无需透过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直接用智能手机观赏你嘅视频呢个广告。呢个系我哋嘅优势。喺嚟紧嘅5月20号，我哋喺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时间系下午3点至5点。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的，请大家点击这个连接下载报名表报名参加。如果大家有任何咨询的，大家不妨向我们查询一下。我们是 Boom Marketer， 多谢大家。